恭喜发财，娱乐安叔的朋友，我是李居明，在这里恭喜大家蛇年行好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成意。文明咧，我就觉得即系以女性嚟讲咧，做呢个风水术数咧，佢好处就系个样甜。苏文峰咧就系佢嘅形象好，同埋咧佢好直言。李成泽兄咧就因为 Paco 做佢经理人啦吓，咁啊又储埋港姐啦，杨天明啦，杨天明个人又好纯品啦，有一位师傅唔肯同另一位师傅同场。整個世界咧都充滿火毒啊，所以造成咗呢個火焚三年咧，相信咧會世界咧係會多事噶。成日都感覺到自己就幸福嘅化身，我哋俗稱叫做中意同人擦鞋咧，其實係成功嘅最重要因素。當你唔好運嘅時間，有個秘訣嘅。翻嚟瞓啦。嗱，有個講法話人心不足就蛇吞象啦。今年蛇年，其實如果你行好運咧，知足係最緊要㗎。